天，刚刚跑去山上，然后像这样的音乐，在我的专辑里面放，请呼吸，请呼吸，这张专辑最大的特色是，它像一根大树，大树里有藤本，有藤蔓围绕着大树。我呢，就是这个应该讲萌芽嘛，一个新长的一些孩子，他们也就是我的音乐里面的藤蔓，保护这个很漂亮，长得非常壮硕的一棵大树。可是这一棵大树能够让大家看见，可能大家要从草丛里，然后翻遍了整座山，才能够找到这棵大树。我希望大家找到这棵大树的时候，你可以在他的面前深呼吸，因为他是这么的漂亮。我们有很多很多，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想法，要找到这棵大树是需要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我的力量就会在上边的大树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想念着，让大家感觉这一股力量就在今天晚上会成。